后的时候都要借啊，那现在都不借时间，不借课了吧？没了。好，老师，导师，导师。下课。哇，我看大家动作也都真有灵感。讲一个啦，你明年要去开始嘛，要去办嘛，对不？哦，阿明你也无来，然后爱罚款啦。我、哦啊、先讲一个办法出来，没有，明年没有来的，看来罚多少。现在先预缴。好，我先预推一下哈，因为明年高铁已经通车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推举一下明年要负责的同学。